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电影大道，我是张婉婷，我是罗启瑞。作为导演，你觉得最重要是什么？无论做什么题材都好，是有那种势压住的人，因为只有你是知道个戏终于出来会是怎样。即经典有时他自己就是成了一个，即人家 memorable， 即不要说经典，即人家记得好记得的场面。最重要是真心投入那样。于是我就申请在大学拍这一套《玻璃之城》，就我来纪念这个即将逝去的宿舍。我想问生于今时今日还会不会拍电影呢？整个面对的压力可能会大很多，但是我会。